dani ki thom je sit chi bai dan do sim de si do sim je li sing long si chu hien dan chi tiao xin na ye bian te sun dio hen de de si dan chi wu lo sen de ne guan si dan zu zai ji dian di bo ni wa ye dang xian bi ti dan chi ma chi li tai tian ya bai gong sun si dong si sun dio jian guan ji dian di bai gao dio xin ling a dan ni sun si ten li wu dan ni di si dui xian na wu dan ni xin qing dong si an zu ji dian si落到咱的清体本身呢，永远顺家的天地。既然老母这条心理显露清净，咱的本性，凡咱有落家这个天性，咱才接得到。今天的进去，有缘是爱咱欠一个，所以献伫清界这个天地，咱只有电源是欠一个，有缘青天一点灵性，来到顺服咱的本性，对现拢是天爱咱。一点灵性，天空啊，一条本领，天色就伫咱这个心，这是咱顺着天理的精神。咱这个气的音声音波，导咱清体一点关系。咱以道家一点气，再来讲顺之外，咱的本领。金宝安住，咱这尊神是行回这个天地，这粒雷电，咱的本性开源转咱天灵，恢复正天是灵气，定咱个人，这才是心。咱有无形正法界，回到清净咱的心来。一点清澈的灵气，咱只有向着顺家的灵源本意的灵性，归咱显露是天命，转达咱的心入清，是保留一点灵感，掀开我个人这个心意，导咱归元。现主席收咱这粒精气，咱有如灵这个法界，一生啊无形所在，献咱一条正道，得到天灵顺命，咱有这点灵的精气，为咱献灵都是。清澈的天，啊，保留一团咱这个心内，我有保啊，这条灵气来讲到正观这个修持，道灵恢复正天来，顺咱保留现世，我有一点清澈的天地，来到上苍金宝这个境地。上苍毁了祖源，母娘开放先天性，一点灵的天，咱来讲
出家的心理，做主是天性，开元是先天命，落地清楚这点感，我只有落灵金母啊这条心，导咱有定这个灵气，灌满我这条心呢，是咱自在这个天。阿婆啊，爱将着咱这个心，归咱这种接受，这是电波，嘛是音声，嘛是光速，拢是代表这个天接受的凡世间，咱修持这个感觉，是咱观天这个天地接受的咱顺甲心内底。观这点气，只有来讲着清净，咱的现场。我爱是真嘛，这个秒钟，我会当回到家己这个真主，这是清楚的天地。这世人，咱要以神为主啊，是元天这个灵气，是咱行回通灵这条心理。现咱归元五娘神，开元转过来顺天，显露清净咱的本性，来到顺家咱的天神，是咱转了这个天地，是咱行出来老母这个心，开元顺家应落来，点起现世转变。拢是一条清净的天，咱有观天无留心，转过着咱落家这个现场，这就是咱的气场磁场，引着咱的能量，现伫原来这个本性，咱真能啊，这个关系，到着一点关系，咱爱顺着无留的心理。现在咱这么顺家，这个天对着天官一点地，行向咱个人这个心，找出着本源本性，显露实践天地，为咱老母实践，爱咱一点正法性，增强咱个人的意愿，晴天地母顺天时。这条本事，这是清楚咱的脑神，直通咱的虚空，赢回老母这个无极殿，拢是出咱原来迄个本性，无分无名无相无住无求无妄念，是咱一条清楚的天地，咱这条心放得开归空去。现咱清楚一点心，入定中，咱的本意来到着清空老母这个境地，导咱回出正法性，增加咱的灵气，写出着本源本性，写甲咱这么清楚的心意呀，拢是注定这条心，咱才有金母啊。这么啊合的，拢是母子合作伙共事共事。这个天地只有伫咱今嘛这个心来配合着咱在讲的话，这是上苍的指令。我才会当提出我原来这个心，遵命老母娘的指示，显露正体顺灵气。开源转到上天地，无形安住，这是咱的本性；入来，这是咱的本事，拢是注定这个天地，拢是真实。咱经历出来这条心理，现咱一点都改变，咱只有命运，关系到我啊这个命运，给咱爱心。
这个天，阿母啊爱咱大家啊，拢总来。向上架，咱的天注定咱家己向天倒转来，是咱路边这个天理，走向顺家，进步这个指标，顺着全体一点路，带有国家这个心，这是清净的法界，读出着咱母娘这个存在，是灵魂一点灵性。咱才会当显开，咱现主是这粒真正，这是清体的灵源，来到心中老母这条关系，道来真理应天道，开元转正上天道，灵魂老照天地，具体顺母这条关系，灵魂老照天地。顺咱心中这个关系，拢是这条清澈的天。咱走母娘啊，做本事，灵魂本意做法界，为咱母娘清体啦，拢是顺家这尔稳的天性，结合咱的生命之，为愿道现世界。转咱这尔啊钱，这是咱无形的对峙。咱再来行去这个天顶，是咱在世咱要讲的天理，出票这个路子，天地为了显世界，应咱天地老无在，无形做主是天理，开咱观行。这是意义，母爱咱直通这个天地，母娘爱咱这个天，你走这个世界，今日要讲的是实空实际，实实在在。我以这个实心来讲出着无形这条关系，道家这个气氛，这就是咱道人这个本性。阿母啊，教咱的无数要领，献得清楚一点讲，咱只有行顺甲这尔清净的原心，为了母娘的天理，咱只有向甲到，结果啊，这个心是咱自在一条灵线，是咱一步去显明真理的法界，是咱清楚自在。阿母啊，予咱遮尔啊稳的天性，我再来归还，
咱保留，无上开天转落地，正法顺家顶天来，带有咱母娘一条路，天开元年地，助咱正法顺天路，上苍伊的天性，只有平静，咱即嘛即个心病，拢是现代天性出家，咱即个气。是咱凡事最天性，是咱徛正上苍这条原形，天灵本意做天道，转咱气中顺时，灵元灵性为天地，互转整个咱的心，清体无形定无来，转归现世正神在，这是咱顺着天性。金宝也带予咱这条完整，未来本意做天理，定咱法界顺无常，天有落家一点明，现咱转的是干哪？今仔日咱用心体会，咱才体会会到，这就是咱回报的灵性，归咱的本性在这，清天路，观天心。转咱气中合表，清体转来瞬间，显露一条正天灵，是咱这条正天的气，杀出来咱个人一心，拢是顺着咱的性天，也咱爱是无形这个道性，啊嘛是咱的关系，这就是咱的本性，是咱这嘛来得。主席心灵啊，掀开咱的元性，顺着这个天理，显露正法大教父。老母啊，伊咧讲的是天性，派咱在世显明显化，是咱一点灵气，造化咱老母啊这个心理。有咱这条清楚的天界，咱才会当来攻破。咱修行这个本性之，拢是顺家这个天，咱才有显露金宝啊这个性，是咱行回正法正性，采用着咱这个身躯发声。今仔我是针对我个人这个气氛，要来向着这个心开阔，咱的虚空，这是咱的天空。掀开着咱的灵魂，这个大道是我要行的光明、公正这条路，导咱清楚这个天地。一世人，咱只有看天顶，恢复咱原来这个本意，是咱顺家这个天，是咱要复原这个意。清净道家是天性。开关转倒转来是天命，爱咱规模一点干，献伫咱的心头有顺，这是照着咱的天元母，教咱一个灵魂的主见主张，拢是家己爱学倒转来，咱才有这种知见、正见，
献伫清净的天，我才会当行向家己的心意，拢是恢复天界，拢是行正咱的现在，是咱这条根源本性，大希望为咱这个心事。身体全开现代，无形整个的灵识，开源咱一粒真心，拢是主命这个天意，拢是金宝导咱的归，青天归元是天命，教咱转的这条线，是咱一点清楚的天意，是咱脑中心开花蕊，这是无另外的法界。直通咱这个心，伊的原性，一点灵光啊，现会开，保啊爱咱条条命，咱才会当见咱法界这么真，拢是注定这个天意，拢是老母来讲出家的心理，显得清净咱的天界，徛正这条原性，灵魂不落正平。咱愿事合天，行向咱家己，顺着这个法、这神，咱才会当向天倒转。拢是顺家咱的天理，拢是接倒转的这个法事。因缘以来现世界，转咱无形落世，一点青天的灵气，化开清净这条心。咱这个历史的规，拢是一条一个条，阿母啊爱咱条条命拢会当条，这是上苍的旨意，派咱伫凡世间咱的心志，咱行的是真理，上苍还有咱真正知影这个道路，今咱夹只头的，咱才会当行出到这个世间，是咱。要来讲到灵魂这个灵性，业障咱要了脱，是咱行的正法心，是咱向的这条心的定准。阿婆啊，爱咱讲的是一条清界，咱这个天地指派咱只嘛徛住，咱的中央地上苍天来，则是天地，做主则是咱的天地。清净本源是天意，定条条则是咱家己的主持。正天落来回报心，开源转过来心得变。咱爱顺了天性，转过了心，这则是咱的天。上苍合作伙，这则是咱的天理。咱爱徛正，老母啊这条原性，真理恢复天元来。修持正果合得在，青天有路正天性，积天合母从天行，灵源顺家应路心，开源转遍咱家己，拢是主宰一点灵性，拢是徛正咱的中央心，灵魂老照天，上苍归咱的心意，显露正天则是吹动。咱爱是真体，一点灵性、心灵见光，咱的本事合来正天顺灵去，行回正果，咱的心通咱无形这条灵性，直通先天老母啊这条本灵本体。